哎呦，体力不行啊，灵妹妹，妈妈，我真的不行了，真的需要能量。我等会儿，等会儿一会儿。哎呀，到货了，到货了，来的真及时。而且现在肯定是需要瞬间补充体力，显然关巧克力是不能满足的，我得给他来个超级能量棒。这个第一层是个花生酱牛轧糖，做法我已经很熟悉了，棉花糖融化加奶粉搅拌均匀，铺到模具里定个形。 然后拿冰箱冷藏，第二层是个坚果层，首先得用牛奶、焦糖熬个糖浆，煮到冒泡，把坚果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再铺到第一层上，再整理压平，再放冰箱冷藏。最外面还得包一层巧克力皮。天热，巧克力牛奶有点化了，所以我又加了一把黑巧，把它隔水融化就好了。它已经定型的坚果糖切块，冷藏后比较好切，常温下吃的话就会有拉丝感了。现在给坚果糖裹上一层巧克力外衣。 再拿去冷藏定型，没几分钟就凝固了。看着小身段，踩到是什么了吗？里面坚果，外面巧克力，这么高能，一定能让它瞬间激活能量了吧？哎呀，赶紧包起来，我得赶紧过去了。来来来，儿子，给你的体力。嗯，瞬间有能量了。看我怎么灭你！你，啊！你忘了什么做不出来？ 是不是还有一节？再来一节。好，我把它打个四脚朝天，冲到过来吧。